拉弓瞄准犯贱，每一位选手屏气凝神，目标专注在靶心。2023年台东大武乡举办乡运暨传统射箭邀请赛，众多好手齐聚一堂，拿出平时努力所学的实力，在场上一较高下。但首先要克服的是场上压力。比赛的时候会感觉压力很大，然后有的时候压力更大的时候腿会发抖，就会射不好。我今天有克服这样的状态，但所以我射的比之前还比之前更好。平常都有时常都有在跟人家在玩练习，原住民能够尽量的参加，这个应该尽力的推广。台东大武乡过去因为疫情，乡内已有3年没有举办过大型的活动赛事。今年疫情解封，乡公所特别在18、19日一连2天举办乡内运动会及传统射箭邀请赛，场边也设置美食产业摊贩区，行销推广大武乡的特色产业。这个传统射箭，然后结合我们乡内的这些运动，让大家聚在一起，让族人能够利用运动的时间、运动会的时间，能够回来跟大家一起相聚哈。那也希望能够推动我们这个传统射箭的运动以及乡内运动风气。传统射箭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赛事来推广这项运动，让射箭爱好者相互切磋并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大武乡公所也希望透过运动赛事从中挑选优秀选手参加今年10月的台武杯赛事。原视新闻吴觉台东大武采访报道。